请问阁下可曾见过郭继久？他刚刚缺席军役，似乎众人对其有所不满。听闻有人曾在濮阳见过他，可否劳烦阁下陪同前往寻找？谨慎行事。就会在此遇见你。自那以来，奴家寻遍各地，看来也不在此地。夫君究竟身在何方？这暂且不论，其实奴家迷了路，盘缠也已用尽，可否请阁下借与奴家一些盘缠？十分感谢，如此奴家便可以继续找寻夫君了。十分感谢。凤孝虽有旷世之才，却天性放荡不羁，或许他此次也是一时兴起，外出游乐流连忘返，只是长跑路多人非议，还是应该好言相劝。
没有邪气和妖魔的世界。
是酒啊！哦，秦令君来得正好，不如与郭家共饮一杯吧。乱世之中，也需及时行乐。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，竟然当真喝到不省人事。所谓酒可乱神也。虽然凤少从未因饮酒误了大事，但能不能保重身体？小心，前面是妖魔的地盘。
是。看来曹操很看重大哥，否则怎么亲率敌军深入险境，拿来相助？一刀，不许任性！如今徐州已失，我等无处可依。若非得曹司空相助，实在难以抵抗。大哥真是太谦虚了，应该更自信。哎不，正因如此，大哥将来定能成为名扬天下的英雄。Hey!
山贼无法造成此等破坏，恐怕是妖魔所为。尽快夺回此地。
孩童挨饿，老人哀叹，为之戏常与民同。此处乃是祭祀我大汉太祖高皇帝之庙。高皇帝起于草莽，虽屡战屡败，却从不隐气，最终战胜楚相，开创延续至今之大汉天下。
处进入地道，便能直通城内。为了收复城池，到此方便，龙王打扰一下啊。Whoa!
断崖了。为将之道，理应为主恪尽职守。绝不可轻言退让。阁下冒险来此，又为何故？张辽之敌，便请由刀刃来作答。刀刃来做他。将军命在下镇守此城，在下纵死不退。
请不要勉强。非贪生怕死之徒，斩吧！在此处，取下敌将商辽的首级。习武所谓何事？在下潜心习武，与辟邪共赴战场，终于在吕将军处寻得答案。习武非为伤人性命，而为守护自身信念。真正的武将，乃为守护信念而战之人。吕将军之坚强信念，曾令在下为之敬仰不已。如今五月已尽，随主共赴黄泉已无怨言，只是相逢恨晚，未能与世间另一位强者尽情切磋。收起武器，阁下竟愿出手相助，看来此人杀之可惜。敌将张辽，你可愿弃暗投明，效力朝廷？张辽败军之将，
听凭明公处置。吕布正固守下邳，尔等也随我军同行吧。等等，兄长他……事关承诺，请恕在下无法相告。进攻！给我令下邳沉入水底。是。曹司空的麾下，真可谓才华洋溢，人才济济啊。可是，为何吕布不使用丹药？怎么回事？这声音！淹水了，是敌人的水攻来了吗？我感受到在濮阳和小沛未曾有过的浓重邪气，但愿一切平安。吕布祸乱中原，今日务必将其彻底击败，尽管会付出一些不得已的牺牲。如今也只有水攻之计才能攻陷下邳这座坚城。如今战况焦灼，连妖魔也涌入城内，事已至此，就算勇如吕布，也难免动用他所私藏之丹药。看来如今只能寄希望于阁下的本领了。如今战况焦灼，是否还能回到没有邪气和妖魔的世界？